好的，我们开始录制了啊！今天是刚度假回来，从 Mountain Brain 的 Thunderbird Park，还不错，感觉。那咱们呢，第一个，哦，我知道这是哪儿，这是偏西边，西边是这个地方。好，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叫这个名字，看到吗？偏西边，我们应该在这儿吧？看看啊。我们在听的是莫扎特的钢协第14首，今天是4月14号。TR 有这个地方吗？Porta Rossa，放大一点。Centro，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市中心叫那个呀？看看啊，TRZAST 呢？并没有看到。好，我们先缩小一点，看看麦当劳。这儿有一个大转盘。看看别的路口，一般别的路口有更多的信息。哦，有一个这个了，我们往东走是安卡兰，安卡兰在哪儿？看看啊，并没有，是这个吗？对，是这个。往西走是这个地方。Pola。有三个名字啊，有两个语言。Poli。然后这个地方有水，有水的地方。Ankara。我想知道。有点懵，呵呵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昂卡兰，我们再换一个。哎，这个不错，40多秒，还是这个。坡度，如果直觉没错的话，可能是我看看啊，麦当劳有麦当劳吗？大转盘不是这个转盘，往西走，3秒钟哦，不知道啊。什么？哦，斯洛文尼亚它也有海边呢。好，我们看怎么样能做对。安卡兰的这个海边的城市，应该还挺漂亮的。好，我特别想去这个国家，有山有海，不错。好的。噗，这感觉像是马来西亚。第一直觉是马来西亚，而不是印尼，是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两个国家差不太多。我们看看能不能看出来是哪个啊？印尼，印尼，印尼，印尼。Telephone，Telephone，这让我想起小黄人说的英语，Telephone，Telephone，banana，是不是？就这种，看不是特别出来。布都站，布都站，布都站。好，我们找找布都站。然后这个地方是 Negeri，Negeri，布都站。好，我们进来以后，先放在这个地方，看看有没有布都站，或者是叫做 Negeri，Negeri，布都站。哪个是大单位啊？SMP 什么叫 SMP？对，Buduran 是它的一个，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应该。不好找啊。
不好找。我们看大岛有没有波多丹。并没看到，因为我觉得14这一首还不错哦。Batahan 没有 Budaran，可能要更小。那 Negeri 呢？不好找啊。这边吗？是不是这里面的区？卡塔班，哦，在这儿。苏拉巴亚的哪里？我看看啊。并没写啊，这怎么知道？稍等，不对，行吧，下一个。嗯哼，好的，这是 Cambodian，好，我们直接快点吧。好，我们来到了 Cambodian，这是一个南北通的路，那我们随便找一条吧。我也不知道，就这吧。还行，往下走。哇，好吵啊！用不用这么吵？哎，这有海。这什么？罗马尼亚吗？这个棋有点像 Absolute，看不清楚。搞什么？看不清楚，这不像罗马尼亚的感觉。北边有海，对啊，这是，Reduce speed now，左行，英国、新西兰。太阳在哪？南边，英国，这像英国吗？这可以是英国。，I am 吗？你看，I am。I am 是什么地方？等等，Island of Man。等等，应该是这儿吧？北边有海的话，我看啊，这条路，我们这从冲向东去的路，是这儿吗？但我们冲向都看着东的话，北边海岸线还有这样子弯过来的，那这不是？冲向这样弯过去，往东走，我们看到山上这个坡看不到，这个呢？那我们往东走的时候。往东走，北边，感觉像这儿，但也可能是这儿。哎，前面没有那个，那我们就这个弯往左边弯吗？看看这是弯的是到海了吗？
往回弯吗？没有往回弯。不大像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这儿，是这儿，我们起点处在这儿。行，这个还挺近的。好，最后一个我们是被放到了 extra。哎，这是哪儿啊？南美吗？北边有山，秘鲁。看看是不是西班牙语？对，是，哎，de los colombianos，哥伦比亚。好，那我们就选哥伦比亚的一个小地方吧。看看这是哥伦比亚的哪儿？这儿走一点。colombianos。哥伦比亚班戈，对，好，北边有山，那我就选这儿吧。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哦，靠近秘鲁，的确，哎，这是埃瓜多尔，好，